那儿去找姐夫，因为有一个女粉丝过来了，就是上次小鸭拍那个女粉丝。我是被邀请过去的哈，绝对不是厚起脸皮去的哦，绝对是被喊了的，对头。然后那儿去找他们，然后晚上要吃个饭什么的。拍起来，拍起来。嗨呀，嗨呀！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好好的，嗨 ，hello， 我是我一个人噻。去吃饭了。要落雨，要连着几天都要落雨的东西，这是开新闻发布会的东西。年年有余，年年有余。减到北京一下，我减五斤，可以。我减了95斤，十五斤八斤，可以。小小号的，嗯，不管了，没有事。说小小号，这肯定是要买什么玩具吗？让我你呗，小姐姐你好漂亮。兄弟兄弟，我替你感到羞涩，兄弟。我替你感到真的是羞涩，兄弟。那么大点点。